主料：竹笋50克，瘦肉30克，洋葱一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笋放入开水锅中煮5分钟，捞出。瘦肉切丁，洋葱切片，肉丁加少许生粉、生抽、料酒腌20分钟。蒜切片，辣椒切段，笋切小丁。佐料放入加少许油的炒锅中，用小火爆香，炒锅加油烧五成热，下入肉丁滑熟的盛出来，加入少许老抽上色，倒入笋丁，加入少许水焖烩，10分钟后炒一下，翻炒过后放入洋葱增香，炒至洋葱断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猪肉换成鸡肉味道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